这什么啊？那个是我哎、欸，那个是我哎、欸啊，这是你吗？是我。你看我那时候多美啊，真的很漂亮哎、欸！哎、欸，这是爸爸跟我，天哪！啊，就嫁过来了是吗？你看，哎呀，我当新娘子啊！你看我年轻的时候，我觉得好漂亮哦，当然一定不输你吧，不输。对啊，她年轻的时候很漂亮的，她现在还是很漂亮的。只是好像他会觉得他对他自己没有什么自信啊什么的，因为他可能把太多的时间放在不是属于他的，就觉得有一点想哭。下一题吧。看到其实当时他的情绪很激动，你有见过那样的妈妈吗？也没有，我也没有见过这样，就是你知道，就是不会说。他像小孩子一样，他看到他自己，我常常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最快乐。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让他比较快乐一点，可是我今天真的觉得他很快乐，那就够了。对，给我面子。OK， 你们继续吧。你们还要问什么？你觉得自己以前有让他这么快乐过吗？也许没有吧，我没有让他那么快乐过，因为我常常很不耐烦，就是我常常会，不是不耐烦，就是，但是我看到外公很开心。小舅很开心，妈妈很开心。我们如果能够一直的存在当下，那个快乐有多好？好啦，一二三，二三，耶！